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从本讲次开始呢，连续三个讲次呢，为同学介绍存货。那这个存货呢，对于公司来讲呢，在流动资产里面是占着很重要的一个这个部位，而且呢，它不只是金额比较大，而且种类也非常的繁多。啊。尤其制造业来讲，那更是啊，这个种类繁多。 那所以说呢，它的会计处理来讲就比较繁杂一点，所以我们分三个讲次呢，为同学做一个这个介绍。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本讲次的这个存货的架构。好，这个首先介绍意义、内容跟它的重要性。那第一点呢是意义，第二个就是存货有哪一些的种类，第三个呢。 是说它高估低估对于报表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啊，那接着数量计算的方法有永续盘存制、定期盘存制这两种，以及啊这两种盘存制度它的优劣的一个比较。那最后呢是成本分摊的公式。那我们介绍了个别认定法、加权平均法跟先进先出法。 好，以上呢是我们本讲次的这个内容。那首先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存货的意义、跟它的种类以及它的这个重要性。到底什么叫做存货呢？以及它的种类？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子。首先，第一点呢，它就是说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这个资产。好，第一个是被公出售。 的这个资产，也就是说正常营运啊，将来要卖出去的。那我们一般买卖业来讲，就是所谓的商品。那假如说是制造业来讲呢，就是制成品啊。那这两种呢，都是打算正常营业，将来要卖出去的。再来第二个是说正在生产当中，而且呢，将来完成以后呢，这个要。 正常营业出售者，哈。所以说呢，它现在呢是还在制造当中，但是跟第一点一样，将来还是要卖的。那这种呢，我们就称之为在制品。那第三点呢，是说商品生产或劳务提供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消耗使用的这个原物料，哈，那这个原物料呢？ 买进来以后，那生产以后变成再制品、制成品。所以说，原物料对于制造业来讲，也是它很重要的这个原料。好，接着我们都知道呢，这个企业对于该项货品这个拥有经济效益的控制权，才是属于该企业的这个存货。那这里呢，同学要特别注意经济效益的控制权。 而不是指所有权，也不是说商品到底这个在不在公司里面。好，那所以说呢，我们要判定这个公司的存货的话，首先第一点就是刚才讲的那三个意义之一。那另外呢，就是要判断说这个啊，我们公司对于这个存货是不是具有这个经济效益的控制权？假设有的话，才是公司的存货；否则的话呢？ 就不是公司的存货哈，这个是在判断上面所做的这个依据。好，接着我们下面来介绍几种的存货，来判断一下子这到底是不是属于公司的这个存货。首先第一个是在途存货，比方说我们公司呢，这个向海外、啊，向美国进口原物料进来，那进口原物料进来啊，这个原物料还在海上漂。 好，那这个原物料到底算不算是我们公司的货呢？那这个时候呢，就必须啊要干看那个契约的决定。比方说是起运点交货还是目的地交货。那假设呢是起运点交货的时候，那在美国西海岸呢这个起运点交货以后呢，那这个时候货品呢就属于我们公司所有，哈，也就是说根据契约的规定了以后。 造成我们对于货品呢、啊、具有经济效益的这个控制权。接着第二个是分期收款的这个销货。那分期收款的销货，例如我们把货品卖给消费者，假设我们是卖方，把货品呢按照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给这个买方消费者。那根据民法的规定呢？ 这个在买方啊，消费者尾款还没有缴清之前，为了确保我們卖方的债权，所以说呢，法律上规定说，尾款还没缴清之前呢，这个货的所有权呢，仍然是我们公司所有。好，那在这个时候呢，同学要注意一下，其实呢，我们把这个货啊卖给消费者的时候，我们已经把经济效益的控制权，也就是说使用权呢，就已经移转给。 这个买方，那这个时候虽然说我们有所有权，但是呢，我们已经没有使用权，所以判断的标准呢，这个时候呢，虽然说我们有所有权，但是同意注意一下，这个存货呢，已经不属于我们公司的存货了哈，因为消费者他具有使用权好，这一点呢要稍微注意一下。接着呢，寄销品跟承销品，那我们举个例子哈，同学可能比较容易了解。 比方说《中国时报》，他把每天的报纸啊放到 Seven Eleven 去寄卖，所以说呢，《中国时报》来讲呢，就是所谓的报纸来讲，就是寄销品啊寄，寄销到 Seven Eleven。那 Seven Eleven 拿到这个报纸呢，就称之为承销品，帮他承销的。好，那这个时候呢，同学注意一下，当这个报纸啊还没有卖掉之前，到底是 Seven Eleven 的货还是《中国时报》的货啊？ 那我们说判断的标准很简单，就是还是一样以经济效益的控制权为准。所以说这个报纸啊还没有卖出去之前呢，仍然是中国时报的存货哈。那必须呢要卖掉以后才是转为这个费用哈、啊。所以说呢，这个那 Seven Eleven 它只是帮忙承销而已。所以说它对于这个呃中国时报呢，它是没有所谓的。 这个存货不能够列在存货里面，好，所以说讲简单还是《中国时报》的存货啊，那因为它是这本身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绩销品。好，那我们了解了意义的跟种类以后，接着呢我们就介绍存货正确衡量它的重要性。那这个存货呢必须要正确衡量，那否则的话呢报表很容易造假。 我们看过很多舞弊的案例呢，无论中美都一样，很多公司呢都是故意啊把期末存货呢把它虚增。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期末存货啊虚增到底有什么好处啊？那期末存货虚增，同学大概知道，这个虚增了以后，当然公司的偿债能力啊就会虚增。那同时期末存货虚增了以后，那个净利啊也跟着虚增啊。好 那接着下一期的话，那本期的期末重货又造成下一期的这个期初重货呢，也是虚增。所以说呢，这个影响啊，这个一错啊，这个连连环错，也就是说，重货要是高估的话，不只是本期的资产负债表、这个损益表发生影响啊，那接着对于下一期的。 这个损益表呢，起初的存货呢，也会发生影响，所以说它的影响所及啊，事实上是蛮大的。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个存货把它高估的话，它对报表的化妆的效果啊非常好啊。那这個当然是不好的事情。好，那我们会让同学了解说存货正确衡量的这个重要性呢。我们现在啊，请同学啊看这个表。 我们现在假设呢，这个期末存货啊，把它高估了。好，那高估的话呢，会造成销货成本低估，净利高估。那为什么呢？因为期初存货加上进货以后是全部的可供销售商品总额，全部的货。那我们现在啊，故意把期末存货把它高估了以后，好，本来是在这里才对。那把它高估了以后。 这个销货成本啊，是不是就是减少了？就是所谓的低估，啊，那销货成本一低估以后，那当然这个费用低估啊，净利是不是就高估了？好，那接着当期的资产负债表呢，存货当然高估，会造成它的偿债能力啊也是虚增，获利能力啊也是虚增。好，接着下一期这个期末存货就造成下一期呀、啊、它的期初存货。 啊，那这个期初重获的话呢，同学可以发现得到，下一期的这个期期初重获啊，要是高估的话，效果刚好是颠倒，变成下一期啊，因为期这个期末重获高估，造成下一期期初重获高估，那期初重获高估以后，转为销货成本呢，销货成本就高估了。好，那这个费用高估了以后，净利啊就会低估。 好，那虽然说对于下期的资产负债表啊是没有影响，但是啊，同学可以发现得到，对于两期的损益表以及当期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啊，全部都是错误的。好，所以说呢，这个存货啊，正确的评价来讲，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好，那我们了解了意义跟重要性以后，接着呢，我们就介绍存货的原始衡量。 也就是说，它成本应该如何认定的问题。好，那我们说它的原始衡量呢，其实并不会太难。也就是说，原始买进来的成本嘛，来作为它的衡量。但是呢，同学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对于原物料，好以及商品的买进的话，通常就是以买进的价格，再加上一一切其他的一些必要的支出，哈，比方说运费呀。 保险费呀、关税呀、啊、这一些的费用，总而言之啊，使得这个存货达到可以使用的这个地点以及销售的状态所必要的一切支出，都是存货的这个成本啊。那接着另外呢，假如说制造业来讲，它有所谓的在制品跟制成品。那在制品跟制成品，它的成本呢，就是包括了直。 这个直接材料、直接人工以及制造费用，好，那这个里面详细的内容呢？制造业来讲，在成本会计里面呢，同学在详加研读，好，那我们这儿最主要就是跟同学介绍这个买卖业以及制造业的这个原物料它的这个成本。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个原始衡量了以后，接着呢，我们来看这个存货成本呢它的计算的因子。 啊，也就是了解意义以后呢，那我们把它分析啊，这个存货成本它的因子的话呢，是包括两项的，也就是说是两个要素来决定存货的成本。第一个呢是存货的数量啊，那第二个是单位成本。那存货的数量呢，就是包括了这个两种制度，第一个是定期盘存制，第二个是永续盘存制。 那单位成本它的公式呢，有个别认定法、加权平均法跟先进先出法。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个计算因子，我们把它分析了以后，接着下面呢，我们就针对这一些因子呢，逐一的为同学做一个这个介绍。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存货数量它计算的方法，我们刚才讲过有两种方法，第一个是定期盘存制，好。 第二个永续盘制，那我们先介绍第一个定期盘存制。那这个所谓的定期盘存制呢，它就是说这个平时货啊，在出售出去的时候，暂时都不用计算它的销货成本，而是等到期末的时候，那我们再实地的去盘点存货。 看，哎，存货的数量啊，每一种存货它个别的数量到底有多少？然后呢，个别乘以单位成本，乘起来以后全部加总起来，就可以求算出盘点出来的这个期末存货。好，那接着我们把全部的这个、可供销售商品全部的货减掉剩下来盘点的货以后，就求算出销货成本。好，所以说这种方式的话，可以说是比较。 这个简单，但是这个方法的话，对内控啊，这不是那么理想。接着第二个是永续盘存制，这个永续盘存制啊，讲简单一点，就是说每一种的这个存货哈，每一种存货，它的每一笔的进销存都要像流水账一样，逐一的都要列示出来。好，也就是说买进来。 几个单位，单位成本多少？卖出去，卖出去几个单位，单位成本多少？结存，结存几个单位，单位成本多少？所以说呢，永续盘存制，它的意思就永续的记录进销存，一笔一笔的都要详实的这个记录出来哈。而且这个是每一种存货都要设置明细卡这样子出来，所以说它的会计处理呢。 当然就是比较麻烦一点，但是它有它的好处啊，就是说它对于控制来讲，哈，那个我们随时想要知道说，诶，某一种存货现在剩下多少，那永续盘存制就可以马上知道，但是定期盘存制啊就没有办法知道。好，那以上呢是两种这个盘存制它的意义，那了解了以后，接着呢我们详细的介绍这两种方式它的算式以及它的这个格式。 好，首先第一个呢是定期盘制它的这个算式，那算式的话呢就是期初存货加上本期的进货啊，那加起来以后就是全部可供销售商品总额的存货，减掉呢期末的盘点数啊，也就是说期末存货的盘点数那必须啊实地去盘点每一种存货的数量。 好，以及乘以单位成本以后算出来的期末存货的盘点数，那捡起来以后才算出销货成本的。所以说定期盘存制啊，同学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每一次啊，哎、欸，到底卖出去的货销货成本到底多少？好，那在定期盘存制之下是不需要计算的。好，好，那我们了解了定期盘存制以后，接着呢，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永续盘存制啊。 它的这个明细的格式哈，这个每一种商品呢都设置这个明细卡，也就是说永续盘存的明细卡。那明细卡的话呢，购进好每一笔的购进它的数量、单位成本都要求算出来，都要列印出来。卖出也是一样，卖出几个数量、单位成本，它的金额到底卖出多少的销货成本？这个就是卖出的销货成本。 那这个的话就是结余，哈，结余的话，这个这个商品啊，数量剩下多少，单位成本多少，来这个求算金额。那同学可以发现到，这张永续的盘存记录啊，事实上真的是有它的好处。也就是说，我现在想要知道说某种商品它现在啊到底剩下多少，我只要是去找出它的这个明细卡，或者说是明细账。 那我就可以马上知道，说我某一种存货啊，是不是快卖完了，或者说是这个存货啊剩下多少？那我们就可以做种种的这个决策，好，所以说它这个来讲，事实上是每一笔都记录，所以说对于这个公司的内控管理来讲是非常好，好，但是问题是比较麻烦一点，就是每一笔啊都要记录，但现在的话拜电脑所赐呢。 那这一些都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哈，所以说永续盘制啊，广为企业所使用。好，那我们了解了以后，接着我们来看永续盘制啊，它的算式啊是如何算出这个期末存货跟销货成本的。第一个算式呢，是期初存货加上本期进货，加总起来呢，就是指全部的可供销售商品的这个总额。 那减掉销货成本，因为永续盘制每卖一笔的时候，销货成本必须要计算出来，所以说这个销货成本啊，每销售一笔的话，就已经把金额计算出来了，所以说减掉以后呢，就是期末存货的这个账列数。好，那接着第二点呢，这个永续盘制呢，期末仍然要去仓库仓库里面呢，仍然要去盘点。 啊，好那盘点出来的盘点数减掉刚才的账列数以后，就可以知道说是重货是盘盈还是盘亏。再来第三点呢，是期末重货的这个账列数，哈，加上重货盘盈以后，就是期末重货的这个实际数，或者说是盘点数。那要是盘亏的话，就要减掉。那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 最主要的的这个就是说永续盘制的记录啊，那期末的重货是账列数，但是我们报表呢必须要以实际数为准，所以说呢必须要把账列数把它加以调整为实际数，哈，报表才能够显示出来。所以说呢在调整盘盈盘亏的时候，就用这三个公式呢就可以了。 好，以上是两种盘存制度它的这个公式的这个比较。那我们了解了以后，接着我们来比较一下，就是说这两种盘存制度啊，会计上面到底有什么的不同的地方？好，首先第一点呢，永续盘存制的时候买进来的货呢，就是借存货啊，因为我们前面讲过永续盘存制啊，它必须要进销存。 都记载在明细卡里面，它都是使用存货的，所以说借存货贷应付账款。接着第二点呢，销货的时候，卖出去的时候呢，好就是看卖了这个多少钱。接着同时卖出去的时候呢，除了承认借应收账款贷销货收入以外呢，还必须啊要承认销货成本。那这个时候卖出去的时候，就是看卖出去的货它的成本啊到底是多少。 然后呢，转为销货成本，哈、哦，进销存，也就是说销卖掉的部分呢，它的成本多少要计算出来。接着第四点呢，最后呢是盘盈盘亏，哈、哦，那假设是盘亏的话呢不利，所以说呢就借销货成本，贷存货。那这样子做的话呢，就可以把它调整为由账列数呢调整为实际数。 那至于定期盘存制呢？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同学稍微比对一下子。这个是这个借记进货，啊，不是存货，因为它是期初存货加上进货减掉期末存货。那接着销货的时候呢？销货成本呢，在定期盘存制之下呢，不做分录，也就是说不先处理，而是等到期末的时候再把期初存货加上本期进货，啊。 那这是全部的货，减掉期末重货，这个是盘点数。好，盘点的话三万九。好，那这个期初存货加上进货，减掉期末重货以后，就可以求算出销货成本出来。那同学可以发现到，这个销货成本啊是两万六。好，定期盘存制，但是这一边的话，销货成本呢两万五，25, 但是盘亏有一千，所以加总起来呢。 销货成本呢是相同的，一样是两万六，好，所以说它处理的结果呢是一样的。好，以上呢是两种盘存制度它的这个账务上处理它的比较。好，接着我们介绍定期盘存制跟永续盘存制实物上的这个比较。那我国现行法令的规定呢，以及这个税法的规定的话。 那我们现在所有上市上柜公司呢，对于重货都必须采用永续盘制来这个加以处理。好，那它最主要的理由呢，是虽然说它是比较麻烦，因为我们刚才讲每一种重货你都要设置明细卡或明细账，进销存都要详细的这个记录。那现在来讲，因为第一点拜科技所赐啊，那现在很多的软体、电脑啊、电脑软体、重货的软体。 很多都可以这个加以使用，好，或者说是公司呢找人来设计来使用，或者说是 ERP 啊这一些现成的套装软体都可以用。总而言之啊，在这个电脑方面呢，已经克服了这个问题。那第二个是我们所得税法呢规定呢，那公司对于存货的这个处理呢，也必须要按照永续盘制那再来第三个呢，是说因为公司的话呢。 在作为内部控制来讲，永续盘制啊才能够做得好啊，也就是说，随时我可以了解某一种存货它的状况，只要是翻开它的明细账就可以。所以说呢，以上基于这三个理由，好，我们现在实物上的话都是采用永续盘制来对于存货的这个处理。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个两种盘存制度以后，接着呢，我们来看。 这个单位成本，也就是说，如何的把存货的成本把它分摊到销货成本跟期末存货的这个成本的公式。好，那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成本的公式呢？这个最主要的理由啊，也就是说，我们公司买存货进来，那没没批进来的进货成本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进来的。 这个进货的这个成本呢，每一批不一样，那我如何的把单位成本，好，把这个成本转到销货成本或转到期末存货，所以说才会产生了下列的问题。那假设我每一批货进货的这个单位成本成本都一样的话，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好，所以说这里的问题最主要产生点呢、啊，就是说每一批进货的成本单位成本是不同的。 所以说产生了后面的这一些问题。那至于这个成本的公式呢，我们请同学看一下子哈。这个存货的成本，期初存货，假设呢单位成本是十块钱，那后面买进来存货的单位成本呢不一样了，有十二块，有十五块。那当然每一次进货的单位也会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啊，这个存货全部的成本呢是一一五零零。 那我们现在啊，要把一五零零的存货成本，把它分摊到销货成本，这是卖出去的。然后呢，分摊到期末的存货还没有卖出去，好，这个卖出去，这个还没有卖出去。那我们现在啊，到底要用哪一个单位成本，把它这个分摊到销货成本跟期末存货？也就是说，这个单位成本要如何的，啊？ 把它放到这边来，跟放到这边来，这里到底是要十块钱还是十五块？这里要多少钱？单位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好，所以说呢，我们会计上面呢，就产生了这个成本公式的这个问题。好，那我们了解了以后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成本公式里面呢，我们就分为三种的方式。第一种呢是个别认定法。 第二个是加权平均法，第三个是先进先出法。好，接着下面呢，我们逐一的这几种方法，逐一为同学做一个介绍。首先呢，介绍个别认定法。那个别认定法到底什么叫做个别认定法呢？就是指对于这个每一样哈每一种的存货，那我们个别加以认定。那也就是说，例如这个汽车的进口商。 买进进口汽车来，他为要要为每一部的进口车来设置明细卡，这个就是所谓的个别认定法。好，所以说呢，这个也就是说适用情况，它是适用在这个量很少，而且呢这个价值很高的这个商品上面，就是个别认定。讲简单一点，就是每一个存货，好，不是每一种啊，是每一个存货就要设置这个明细卡。 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个个别认定法以后呢，接着第二个是采用加权平均法。那加权平均法呢，有第一个移动的加权平均，好，这个顾名思义啊，也就是说每买进一次的话呢，就要计算一次的单位成本。第二个月末一次的加权平均法，就是一个月呢把所有一个月的进货呢全部加总起来求算的这个平均法。 那为了让同学了解呢，这个存货的这两种方式呢，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移动平均法，它应该如何的加以计算？好，这个表就是列出移动平均法它的购进、出售、它的结存。好，那当然这个就是永续盘存制。那这个时候呢，同学可以发现得到，就是说一月一号的数量、单位成本。 那接着一月五号买进来的话，三千六的成本，好，那再加上两千的成本以后，就是五千六。那五千六除以总共有五百个单位，就计算出十一点二的单位成本。那计算出来以后，十一点二就是作为下一次销货的时候它的单位成本。所以下一次卖卖四百个单位，十一点二，所以说呢，就求算出出售的销货成本多少，好。 那这个时候卖掉以后还剩下一百个单位，那接着再买四百个单位回来，一样的，把这个成本五千二加上这个原有的以后，求算出十二点六四，又作为下一次出售的这个成本。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介绍到这儿，下一讲次呢继续为同学做一个介绍。